不是那一张啊，也不是，上面没有签名，哎，有签名的那一张，哎，是不是失败了？哎，你这样搞，我们真的很难做下去。很尴尬，半个小时节目，要一位你是医生，好，嘴巴有东西，有嘴巴怎么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，哎呀，在我的嘴巴里面有，哎呀，你上次表演那张还没有吐出来哦。哦，你是医生自己都没发现哦。对，这个是你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不过不能够证明他是不是。如果打开真的有签名的话，请大家给我热情的掌声加尖叫，各位观众。掌声加尖叫。舌头会折牌哎！掌声加尖叫，这么厉害。你这么幽默的个性，在那个地方，你看到那么医疗的不方便，那么多人的生老病死，你这种开心的个性，到非洲去，你是可以适应的吗？其实我觉得最开始去真的有点水土不服。对，我刚去第一个月一直在拉肚子，在拉肚子，是真的。然后后来我在那边得了一个病，叫做疟疾。离开他！在台湾一年大概只有30个病例而已，对。可是我一个就得了5次，我得了5次，你得了5次，你去一年就得了5次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蛮夸张。你有严重到快病危吗？有一次最夸张的是打点滴，躺在床上躺了3天没办法起来，因为太不舒服了这样。后来就都好了，后来就都好了这样。很难想象非洲那个生活环境很落荒吧？对啊，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国家，我去那个国家叫做布吉纳法索。奇怪的名字，在西部非洲，对对对，叫布吉纳法索，所以他们面临到最大的问题，我想，对，食衣住行都是问题，都是问题。而且你一个人去那里吗？对，我是一个人去，但是我们有个医疗团队，那边整个团队，那那边都是文盲的话，你怎么沟通呢？你去讲英文吗？在当地，他们非常特殊，他们的官方语言是法语。哈，对对对，不是英文哦，不是英文，不是英文，对对对。那你会法语吗？就变成说，他在我们出国之前有给我们上2个月的语言训练，2个月要从零开始。他们有什么病痛，他们讲法语耶。对对，纵使你有再好的医术，但是如果你语言没有办法沟通，很难够药效并存。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既然他法语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问简单一点的，那考考大家，好好好，会的吗？法语的大家好，叫做 ça va。ça va。沙发，沙发就是你好吗？这样子，沙发这样，对，沙发可以讲沙发，这样沙发，对。病患进去看到医生，嗨，沙发。他会这么开心吗？病患，对，会。病患哦，沙发，沙发。对对对，大概这种感觉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接下来就是，那你。病患来沙发沙发啊，大家，那你还说我是医生呢？我就可能就跟他说我是医生，就解释 on medicine 这样子，解释 on medicine 就是我是解释 on medicine 这样，就是我像 medicine 像 medicine 像 medicine 对，有点像那种感觉，就是他是医生的意思。解释on medicine。解释 I'm medicine。好讨厌医生的翻译啊！沙发沙发沙发。解释 I'm medicine。你要先了解谁是医生嘛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医生。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你在那边你会表演魔术给他们看吗？有有，我在当地也有表演魔术给他们看。有，对，因为魔术是我本身兴趣嘛。然后我想要到非洲，你知道在非洲那个地方哦，魔术不像台湾，其实是个非常少见的那种娱乐，非常少见的娱乐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或许我是他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魔术师，你知道吗？不像台湾那么魔术师，也或许我是他们在当地可能看到的最后一个魔术师，也有可能会这样子。对，因为真的很少，所以他们搞不好不是把你当魔术师，把你当成神仙。对，变得出来。你在那边呢？很多那个病患来，他很痛啊。你表演完，你有看到之后，他们心情是不是可以转变？没错，你知道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笑容是一个最好的止痛药。对，我
开心治百病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变魔术给他们看，要不然我现在带一个小魔术好了，好不好？是我在当地我最喜欢那个魔术。哎，好好好，希望我们看了以后也可以开心。小魔术，小魔术，来来来，这魔术是这样，就有时候我去当地的那个餐厅。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，是，我时候就会想说有趣一下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、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带了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，在我手上有五张的报纸，对，真的，还是我刚剪贴的。我买完东西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、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今天忘了带钱，要不然给你一张报纸可以吗？这样子，对，当然人家已经说不行，对啊，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因为我是魔术师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变个魔术给你看，然后找到这么做，吹口气之后，一二三，嘘。竟能变钞票，非洲魔术医生的神奇 magic show。然后只要这么做，吹口气走，一二三，嘘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张报纸会瞬间变成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，哎呦，一千块，完全是自钞哎，完全是真钞，报纸可以变成那个有没有？哎呦，我要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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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学习，要还我，要还我。对对对对，真的哎，好厉害哦！我看到大家当地人真的会以为你是神仙呢。对对对对，欢乐的小神仙。哎，其实这样子真的，这个无伤大雅的小玩笑，连去买东西的人，那个老板跟旁边在结账都能感受到。对啊，好开心，好惊喜哦！真的好棒。好了，我们想要问一下，当初哦，去到这样子的环境。去到非洲，对，是谁？我们听到说我要去非洲，那说你可以冲啊，对啊，那么远，何况谁都会担心你要去那里一年，家里的家人一定会吓死，会反对吧？就反对。其实那时候我还蛮幸运的，因为我有一个很开明的父母亲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，他们就讲说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去试试看。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经验，他们就跟我讲这样，所以我倒是没有遇到太多的反对。很开明，爸爸妈妈也是医生吗？还是爸爸也是医生？哇，医生世家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所以原来家里世世代代行医啊，所以他都很有爱心，都有那份热情。现在欢迎他们的爸妈出场，欢迎，欢迎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好，黄爸爸黄妈妈。突然有讲到说，当初他要去那个非洲行医，你们就很鼓励他去，是真的鼓励，还是其实心里带着一点点，还是有不舍，自己的儿子要到那样子的场所去，而且这个国家离我们很远，会不会担心？说老实话，真的是还是会有担心的。你是身为父亲，也是一位医生，有没有带着？比如说他，你行医多年的听筒，或是什么东西，让他带去，真的有，传下去继续行医。看我有真的有，真的有带一个，真的。我那时候有吗？啊，站上，是什么听？是什么听诊器？听诊器，爸爸用过的听诊器，用过听诊器，对，家传的，家传的，就像一个护身符一样保护他嘛。对对对，请讲你啊，你就带去，真的在行医有拿来用吗？我到现在都还在用，就我现在医院听诊器都是爸爸用的。爸爸用几年了？你那个听诊器用？用几年了？那时候可能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就留下来了。我爸爸当时也是，但是我是送他的毕业礼物了，他等于是一个传承了耶。对啊，好感动。因为刚好就趁这个机会，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蛮……他要哭了，慢慢说，加油加油。就我觉得其实我很幸运，对，虽然爸妈就都很支持我，就是我想做的事情，对啊。然后其实我只想讲一句话，就是我才想讲一句话，就是如果我下辈子的话，我想当你的儿子。哎呀，好幸福哦！爸爸妈妈超感动的。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同时，爸爸你对于他魔术上的造诣，可以讲几句话吗？还是叫他乖乖行医？我的笑容已经说出一切了，你没看到吗？真的是我们心里想说的话。再补一枪啊！伊当嘴，那边哦，那个魔术有变过，你看不？而且花钱还花蛮多的。妈妈，你怕钱呢？但是，我当然是要把讲这一段。魔术是他的兴趣跟热情呢，因为妈妈有发现说你那魔术越变越好，万一不当医生去当魔术师，早他会还脑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会还脑？对呀，因为道具很贵呀，而且好可爱。
妈妈道具太贵了，道具好贵。不过说实在话，那个他可能呢，在这个每天上班有一定的压力，是，现在生活每个人都要早上一大早出门工作，每个人压力都很大，对，或许这是他减压的舒压的方式。而且伟大的是，他把他自己的休息时间拿来带给别人快乐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开朗的人。而且也父母亲的陪同之下，是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奖金挑战赛，我也不好意思出到比较难的那个，对啊，爸爸妈妈都在这里。人家说行医的人，医生有没有救过无数的生命？没错，对我们来说是圣人，是一样。对，对我们不能忤逆圣人。这样子好了，圣人，你想出什么样的题目呢？我自己出题啊，可以让你自己选择，好不好？哇，这破天荒哦，破天荒啊，真的破天荒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月请不要有别的医生再来了，那个钱也是很贵的。哎，妈妈已经觉得他魔术道具很贵，我们这当然会每次都把钱送出去，我会没工作哎，对不对？好，让你来选好了。那我想一个好了，因为我最近在钻研心灵的魔术，好，要不要来变个读心术好？哎呦，好，读心术，你会读心术？待会呢，我会请阿庞，我会拿个骰子。好吧，那个骰子，那你玩一下，才知道，那你玩一下，对。然后你直接上面，你读，所以你等下会拿一个骰子，然后读我的心。对，我会读你的心。啊，如果你都能够读到我的心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心思非常细腻的人。如果你能读出来的话，奖金我就奉送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子可以吗？要不然猜中一次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运气，好吧？那我就连续猜三次。哦，你这还蛮公平的。对，好好好，好，那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是你，现在是你要拿奖金。待会我请阿庞帮一个忙，待会我请你拿在手上。对，请庞哥帮一个忙。我会请你呢，比如说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数字，假设你喜欢五号好了，是，你就五号拿着它，然后眼睛盯着五号看，把这个五号这个影像呢印在你的脑海中，深深印在你脑海中。嗯，待会我就会试着去读你脑中那个影像，而猜出你喜欢的点数是多少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厉害，他竟然要看透，看透我的脑袋，看透你的脑袋，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怎么可能啊？那你试试看，我警告你，只能看数字哦。别的东西请你不要乱看，我有可能要灭你的口，只看数字哦，好不好？那为了证明我不会偷看，我想请一位帮忙，慢请那个王彤好了，帮我捂住我的眼睛，对，捂住我的眼睛，对对，证明我不会偷看他。哎，来，这样我跟你背对着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跟我背对着，偷看。好，你选定数字之后跟我说，好，你选好了，这样。选定了吗？好，选好了，老板。好，我试着读你的心看看。这数字有点大，我猜是六对吗？哎，六对吗？对吗？你猜对了，猜对了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猜对一次喽，猜对一次，第一次有可能是因为是运气好，有可能让他猜到的。我们再来第二次，第二次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他真的蛮厉害的。选定了吗？选定了吗？选定了，请你看着那个数字，把这个数字印在你的脑海中。我来猜一下这个数字，好了吗？确定就不要换了。好，我现在猜这个数字，我觉得也是有点大。我猜六。你确定阿庞不会换吗？我刚才是六，你现在还猜六？是不是六？是六吗？对啊，是哪一个笨蛋他不会换呢？对啊，猜对了，你猜对了，就是。哎，真的是六呢！哎，连续两次了啦，阿庞。哎呦，不行了，那我一定要再换一个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试试看，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套好。对对。好了，跟我讲一下，好就不要再改了。好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好，我来猜猜看这个数字。我读到的影像，其实它点数没有太多，所以我猜应该是一点，对还是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是吧？哎，不是啊，我觉得是一耶，我觉得是一。你读出来是一吗？没有，不是一啊。好，等下我再想。好，没有一，一没错，还是一，你还是猜一哦。我都说不是，你也奇怪嘞。哎，是一吗？是一吗？是一，没有错。你又讲对了，你想笑我吗？掌声鼓励鼓励。我们这个愿赌服输啦，好不好？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把我们的奖金搬上来。谢谢。哎，妈妈，妈妈接受就好了。妈妈去。魔术开学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有非常荣幸的认识到这样子的一位医生，对，他行医，但是他变魔术呢，他行医救人，他变魔术救的是人家的心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是一个呢救人救心的好医生，真的，好棒哦。
所以妈妈也不要再念他了，不要耽误他医疗的工作以外呢，还是可以有正当的娱乐啦。没错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认识这样子非常优秀的医生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雨露，谢谢雨露，谢谢。记得每周中午7点半收看我们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